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这个电话由阮小董树林要来订正，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啊，来，即马看蔡英文。要安怎来发落这件代志啊？吼，这个马总统独派伊伫咧讲啊，伊讲吼，台湾人需要爱一本台湾国的这个护照安尼啦。都甲你讲，即间甲暗都点啊乱，有可能无？哈，是不是安尼？无要紧啊，啊，就好好好伊去，啊，看伊国际看会通袂啊，对唔对啦？操，一帮人都一尴尬，唔点么乱啊！恁都遮台湾国的遮，家己台湾国的遮，也是战胜台湾国的遮，你会当行上街头嘛？行上国际嘛，像迄 WTA 对不对啦？开会，也是 WTO 开会，伊也是啥物款的联合国啥物咧开会，对不对啦？恁遮有才调对不对？恁就会顺安尼去抗议嘛。我著定咧讲讲，恁这帮人著干来会晓踮咧台湾安尼，踮咧操蛋安尼啊！还佫有啥物嘿啊？
对唔对啦？那么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正副总统伫个二十日正式就职，来上任嘛。那么民间团体台湾国办公室，创办人，王献吉等一行的人，二十日一透早就到立法院门口，咧大声咧喊。台湾人需要一本台湾国的这个护照啦，你就归去去联合国开会的时阵，去甲点着啦，去甲要求啊。啊，阮台湾啊需要一本护照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因啊甲你承诺啊都 OK 啊，在国际上就无问题啊啦，对不对？你的孙安尼，你一本护照拢会当行国际。全世界啊，对不对啦？你今日点啊台湾在点啊乱，换准合理啦。啊，你嘛是一时点啊国内爽啊，尔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我定来讲，这个人一讲讲唔拢幺八叉，啊乱到台湾真正要袂大。阿宏哦，真正。看这个办事吼，有安准备爱浪干，准备爱浪干，对不对啦？嘿，啊，我若浪干吼，啊，这个节目唔知要上要做，无下手。我即马咧征求主持人，看谁有要接，吼、哦，看谁有要接。啊，若有人要接我啊，那我就放心啊。我就开始，我就来游世界啊，你对不对啦？我就上远走到大陆啊，尔，上远走到大陆，啊，咱岛内上远走到金门，上远走到金门，哦，啊，过来有啦，香港哦，过香港，我干那安尼难尔。哎，就香港、澳门，香港、澳门、大陆，国外就这三个所在。国内上远走到金门，因为去金门做兵啊。啊，因为去过平遥，因为阮个囡仔迄阵啊做兵咧平遥，我去平遥两遍，但是毋是去佚佗啦，去办代志。啊，拢去走平洋的，拢走平洋，因为呐，迄、那个飞行机坐到平湖，但迄个什么机场我都袂记个，啊，就开始军中，就所以我定来讲，即马军中是足好个，伊就车派车来，因为早就联络啊，早就联络。啊，人伊甲你指导，啊，无你着坐啥物啊，对毋对？啊，讲迄个名，咱嘛知，啊，平湖也无偌大个啊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我定来讲，即即马军中实在有够好个，平均较早毋知好十倍以上啊。啊，即马你来看，啊，搁咧嫌东嫌西，啊，较早要安怎？啊，较早阮爱自杀，对毋对？啊，结果煞无，较早人煞少。足少咧自杀，即马所拢咧自杀咧较济，你家想看卖啊？食好做轻巧，啊，搁要自杀，你家想看卖？即马人，啊，无法度啦。来，咱回归正题。那么呼吁蔡英文政府上台了后。应该积极重视台湾主权伊个即个议题啊，发行台湾国个即个护照。啊，你台湾国个根本就是孙安尼啊，即马是中华民国啊。啊，你若要安尼，你就爱叫蔡英文将着中华民国甲改掉，好对唔对啦？改台湾国，是毋是安尼？
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后摆这本护照就是台湾国啊，啊，咧真简单嘛，对唔对？所以我定来人讲，一帮人都咧摇把叉。你主题是毋是安尼？对唔对？但是因无爱你，就踮咧西下啊边，踮咧直拉直直拉你。啊，你变啊？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着重点啊！阿宏安尼讲着重点啊！赶紧的时阵安尼啊，将着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甲改掉啊，宪法新设定新，重新制造啊，吼对唔对啦？啊，你敢无？啊，我笑恁讲，恁遮个人拢唔敢，就敢那点咩安尼，肥肥肥安尼啦，点咩乱乱乱安尼啦，吼对唔对啦？那么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表示的，蔡英文正式就职上任，希望讲新政府会当更加积极正视着中华民国，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事实的，啊，这拢废话，强调这句敢对？本来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无共款啊。对唔对啦？啊，你想，你对蔡英文讲的敢有效？对唔对啦？伊若有效，伊袂去选总统，袂踮咧国父头前宣誓。伊是第几任的、十四任的这个总统？伊要按照宪法，对唔对啦？要造福这个中华民国的人民的这个福祉。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啊！所以恁这帮人咧根本就乱来嘛，对不对啦？你就去甲蔡英文摇把叉，你讲嗯，啊你是安尼的时阵啊，要点咩的时阵啊呢？去中华民国去甲人选总统，对不对啦？你是安那要安尼？你唔得爱选的时阵啊，台湾总统唔才对啊！你哪会去选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总统？对不对？你唔爱爱讲啊，你唔才对啊！你唔是啊！人伊都踮咧中华民国的国父的这个面前宣誓啊！啊，你拢点点，好对不对啦？啊，人即嘛在做啊，你再要过来讲回讲的时阵啊，台湾总统，不是唔是啊？啊，要要求的时阵啊，台湾国的这个护照。所以恁这帮就是，这帮人就是乱七八糟、乱来，你敢知？台湾有恁这种人吼，实在是有影，对唔对啦？我来讲对唔对？你都乱，你都乱，你都针对嘛？你若要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唔对啊！你应该选台湾国的总统啊，对唔对？恁台湾国的恁去办啊，办选总统啊！好对唔对啦？叫台湾人民去甲你投票啊，安尼唔才对啊，是唔是安尼？啊，你唔是啊，啊，是唔是？恁的孙阿娘，无恁就开始嘛，是唔是？恁宣布嘛，当时的孙阿娘要投台湾总统，对唔对？啊，恁去创啊，是唔是安尼？你唔是啊！你无才调，一尴尬暗拢点咩乱，是唔是安尼？你主题像阿宏讲的安尼嘛，是唔是安尼？那算起来，啊就是台湾总统啊！啊台湾总统，啊就是爱发台湾护照啊！后摆出去就是爱发台湾护照，就是安尼生啊！安尼唔才是主题是安尼生啊！你唔是啊！你超工放的时阵，安尼小英对唔对？去中华民国去甲人选总统，选了后人伊宣誓啊，踮咧国父头前宣誓，伊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，对唔对啊？啊！你即马才要要求小英出一本的时阵，台湾国的这个护照，安尼敢有理？恁安尼敢有理吗？乱来恁遮！伊讲希望吼，予台湾
主权独立原则下，吼、哦，在未来四年领导台湾人民。所以，因这帮人拢安尼，甲因这民进党都是拢安尼，假性踮咧中华民国内面，啊，踮咧蹭，踮咧加，踮咧食，这帮人就是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梁文涛表示的，民进党政府上任了后，应该积极宣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，拜托的，这个讲号做教授，这种的讲号做教授，啊，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，不是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刚才这个什么高宽敏，他就说啊，不知道是，应该是高宽敏啦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我不在老翻天，嗯，啊，台湾就独立了，我在发独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你再想。所以我刚才说过啊，恁这帮人，拢一尴尬，唔得咩乱，啊，无采你咧做教授，副教授，对不对啦？个政治系副教授，佫讲这种话，所以我定来讲，这帮人就是踮咧中华民国内面踮咧乱啊，踮咧摇把叉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哦，卖陷入一中原则，也即个框架之下，啊，即就是安尼啊。你无看伊承认，叫你回答吗？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恁这帮人就是安尼，操你，这正讲是小英的孙阿娘，是宣誓的孙阿娘，伊在中华民国对唔对啦？的宪法之下。行使伊的这个权利啊！啊，像这主题，恁拢无咧去甲乱，去甲要求，啊，干那乱这有诶无诶安尼啊！啊，你诶，拜托诶，迄政治系副教授呢？啊，啊，你主安怎咧读诶？你主是安怎咧读诶？我看了这帮人，这对唔对咧？啊！伊都已经，小英都已经讲啊，承认叫你的这个回答吗？伊承认是伊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你即马再来讲的时阵，咱也莫陷入一中的这个原则，这个框架之下。那你宣这个宣誓，甲迄个都是已经一中啊嘛。所以民进党这些人嘛是死硬硬碎杯啊，都显然都安尼都是一中啊，伊就敢那死，讲迄唔是啊。所以民进党的人就是安尼，啊，伊要安怎讲，拢会使就对。伊若讲是就是是，伊若讲唔是就是唔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啊无读，大家读书读假，啊无这中文讲只歹听啦，规气去改台文啊。有才调无？恁即马大家嘛拢咧看中文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恁有咧？恁台湾国个啊？恁有发明这个恁家己的台湾话无？有无啦？恁有无啦？你逐项拢用别人个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再来咧讲迄五四三，恁敢讲台湾话吗？啊？咱咧讲即马咧讲个敢台湾话吗？啊？嘛是闽南个啊？敢台湾话吗？闽南的是大陆迄边的呢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恁遮拢唔讲，所以恁遮就是安尼生，哈、啊。看了有够，恁遮这帮人是怎样？伊讲当时，啊，那么娘的嘛呼吁蔡英文政府，卖袂记的时阵，民进党党章伊的这个初衷啊。啊，
啊，伊个就是安尼啊。因民进党是拢目睭安尼咧看，较早你无看的，对毋对？坚持的时阵要独立，对毋对？到尾看无法度，哇，佫摕落来，讲着爱啊，一省300万台湾人民同意的，吼，对毋对啦？来决定啊，吼，对毋对？着变安尼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即摆因做总统啊。小叔，因即马来搁直直做，直直做，到尾啊哩，哈，到尾啊哩，哈，到尾啊，敢会独立？哈，到尾啊，咱咪独，因为咱因大家即马拢有做过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因知影食了的孙安尼啊，啊，在滋味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因若要放。踮咧中华民国诶内面咧，爽歪歪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伊讲应该照镜香港，照镜香港安怎？啊，香港伊敢独立啊？香港伊敢独立啊？香港嘛无在人哦，独立啦，嘛是一工踮咧幺八叉啦，尔啦。对不对啦？你想啊，香港离大陆这么近，讲一个歹听的，香港的水拢为大陆来的呢，为大陆入去香港咧吃的呢，拜托的。所以因这人就是敢那踮咧迄款的乱安尼啊啦，迄是较早英国派条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但是即马回归中国啊。恁在香港是中国的这个人民啊，啊，无是安怎？啊，伊都爱，若要选，若要什么啊，拢都爱去大陆，去因梳头，是安怎来啊？爱安尼。所以，这人一帮人就是安尼，啊，一日刚食饱，啊，唔好好啊，吼，啊，就思量工商，啊，就偏偏啊，点啊乱乱到拢。生理拢袂做诶，对毋对？就是拢安尼啦。啊，再来讲啊，即马经济正歹啊，啊，无做人拢食晓啦。什么应该照行香港，重视台湾主权独立的这个问题。啊！即马蔡英文已经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！啊！因为无真正的这个主权，根本无可能有民主了。伊即马阁讲安尼啊！啊！啊！台湾，我会记得从较早，咱老蒋的。就是民主的啊，所以咱这民主国家，对不对啦？哈，啊，无奈欢迎这么紧，啊，就是民主国家，啊，共产国家敢有遐紧？你做你家看，世界倒一个共产国家发展有遐尼啊紧？因为共产保守的。王献吉最后嘛在讲，应该鼓励台湾人出国旅游的，都无钱啊，搁要旅游啊，拜托的。所以因这帮人咧讲的吼，连麦讲安尼，连麦讲安尼，咱台湾是毋是正经马政府，大家咧搅到无拉去，卫生歪啦，薪水低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即马讲爱鼓励。鼓励爱台湾人出去旅游，啊！你该想，迄钱毋代表伊倒来，一方面在摇把叉，讲台湾日子歹过，物资膨胀，伊即马讲的时阵，安尼爱鼓励台湾人爱
出国去旅游，你甲想看卖，互相矛盾的，对唔对啦？伊讲将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换搭台湾国的这个护照，拜托的，啊，新闻阿宏报过来编去啊。台湾国的护照，毋是毋是甲去外国，包括去美国，包括去倒伊啊澳洲，是毋是拢去用甲拒绝入境？对毋对啦？都毋是你三两句话讲讲的就好啊！啊！恁遮野巴叉，死狗的时阵安尼，好子弹的时阵，甲你弄入啊台湾的时阵安尼，看你搁去讲，看了你搁去讲啊！恁遮的讲好多台湾人，一尴尬，毋拢踮啊台湾那么乱，乱甲台湾拢袂生活的。伊讲，因为吼手摕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出国，常常被误认讲是中国人，啊，不，你是啥物人？你台湾人，我有讲过啊。啊，你即马咧讲的，即敢台湾话吼？啊，我请问你是讲台湾话吼？啊，对唔对啦？你若正台湾人，你爱发明台湾话啊！你来去讲啊，看要讲什么啊？那阮听无，阮嘛无要紧。阮这台湾人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你唔是啊？你讲了迄个闽南语的啊，河洛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这你无爱赶紧改，袂对不对？你讲人的话，你讲大陆话呢？啊，这是大陆话，你敢知？因为大陆有客话，啥物话拢有诶，吼、哦、对毋对啦？啥物互定定互人认即个中国人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联合国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啦。所以一挂人唔知道，主唔知道要哪读，我咧想袂样，都乱就对啦。这种的是咧乱啦，唔是咧讲理的。伊讲哦，你被外国的这个海关歧视、刁难，那有什么刁难？那是你要共打台湾国的这个护照。唔，才会甲你刁难。你若打，你讲这组，你若卖打的时阵，中华民国护照，伊哪会甲你刁难？乱来，你这种人，是毋是安尼？迄是你家己自找麻烦的呢。啊，你搁咧讲啥呀？是毋是安尼？你家己自找麻烦的呢？你换阵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卖去甲打，伊会甲你刁难吗？所以你自找麻烦，搁要顺安尼啊！啊，拍人搁咧嫌话救人啊，都是恁这种人啊，对唔对啦？所以一天干有像这个人咧乱啊，先你甲想看卖啊！伊讲哦，伊嘛建议新政府啦。上台应该吼顺应民意啦，拜托的民意是偌济啦。啊，都我有讲啊，恁遮好啦，无要紧啊，互恁去打啦。啊，你出去看要安怎毋？是毋是安尼？拄仔有讲过啊，问题就是你共打台湾护照嘛。啊，换总讲，互你打啦，嘛是共款问题走出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一帮人就是拢安尼，什么发行台湾护照好啊？伊即马民进党伊袂动，你即马摕台湾国的护照打，伊袂甲你动，好你出去无要紧，好你出去无要紧，啊看你要哪用，
对毋对啦？哦，你别人讲哦会通过，无要紧，互甲你恭喜，对毋对啦？一帮人的时阵，安尼实在，伊讲吼啊，台湾国的护照啊，才会当互台湾人有尊严的即个通行，伫个国际社会拜托的。阿宏在讲的啊，即马小英政府啊，恁要打，互你去打，绝对安尼啊！你无看迄打迄立法院的啊，因即民进党的，即立委啊，是毋是迄要删掉去？有啊，哪会无？啊，要打啊，互恁去打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恁这帮人就伫咧十一干干无理取闹的啦，那这帮人看到到底，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啦，请收啊歌。即马可能迄个唔知三四百的款。来，哀愁的红乌桥，共同欣赏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为怎样全然不知？无声的心情，天明你就来骂阮，做人无正经。心爱的爱分明，一切为你来牺牲。阮犹原，阮犹原，阮犹原等你回来。哪通放阮徘徊着哀愁的风雨桥？着悲情苦闷离开身边，自暴自弃的人生，找着份就离。心爱的阮心，你会辜负阮情意？枉费阮，枉费阮，枉费阮满腹期待，若是悲哀，无聊又来怀念着哀愁的风雨桥。纯情的爱，你若袂了解，你怎样来离开？无讲无人知，心爱的，请原谅，何必对阮去猜猜？你全无。你全无，你全无体贴关怀，实在不应该。希望今夜再回来，哀愁的风雨桥。